梁淑华同学，好开心今年成为你班主任，又教你数学。我见到你真的进步了很多，亦都今年年尾拿了这个进步奖。可唔可以讲一讲这个学习模式？我哋上堂咧即时评估同埋由呢个咧，对你有咩地方有帮助呢？可以即时知道我成绩，同埋如果即时咁样去即系俾分咧，咁你就会好想快啲攞多啲分，就想自己即系每个月会评估噶嘛，咁样你就可以。即係想自己嘅成績，你已經見到個分數啦，想自己嘅成績越嚟越好，就想就係會係咁答問題。但係咧，我就唔中意分組，我會覺得個人係會比較好啲。哦，你再夾組一齊食得壓走少少係咪啊？我覺得唔知啊，我就覺得好似。冇個人咁好啊！呢、這個都好好提議喎。咁電郵方面啦，咁啊即時咧做完小測，我都會將啲分數 send 俾你啦，或者測驗啦。你講呢個對你有咩幫助呢？可以即時知道嘅分數就會好開心，可能就會可以唔使等咁耐，就會對數學就會可能加強咗嘅興趣咯。哦，咁我想問咧，呢、這個系統啊，對嚟講，你覺得會唔會鼓勵你努力啲學習啊？有少少，咁我想問多個問題啦。你覺得如果呢個系統應唔應該推廣喺其他科同樣使用呢？我會覺得淨係數學科好啦。數學點解呢？咁樣罕有啲，反而會淨係即係如果太多科都係咁樣，啲同學就會習以為常，就會冇咁踴躍咯。哦，多謝你都好寶貴意見啊！多謝曬你，好，拜拜。B 組你哋好啊 ，B 組嘅隊員你哋好好。我知道咧喺呢個學習呢個模式裏面 B 組咧係全組最高分喎。好啦，我想問問組長先啊，鄭路考。好啦，我想問一問你覺得呢個學習模式有咩好處呢？輕鬆冇咁緊張。輕鬆冇咁緊張。啲同學對答問題同對學習嘅興趣有冇提升呢？有。喺邊一方面咧？覺得佢功課方面做得好唔好啊？都好好，咁其實佢到上堂嘅時候，你哋有冇互相討論嘅呢？有嘅係嘛？好啦，我嗰度咧分別咗有唔同級數喎，包括有黃子麗啦，你咧就係有同學幫你，我知道你好投入喎，可以講下呢個幫到你啲乜嘢呢？咁樣可以令自己唔會偷懶咯，咁樣投入啲去。好，你都做好叻啊！咁你咧，何嘉欣？非常之好喎，好啊，露莎啦，積極咗，非常之好。好到歐秀平喎，數學不嬲都麻麻，但係見你都好投入去做喎。可以令到我可能有一啲唔識嘅，可以即時問到組員佢哋咯。好啦，好啦，周夏麗，你進步咗好多喎。咁佢哋教到我哋，唔識嗰啲佢可以教到我哋。非常之好。咁我想問個問題添啦。另外，我即時咧會將個成績會電郵俾你哋噶。你覺得呢個方面會對你哋學習有所幫助呢？由阿黃子麗講先啦。可以即時知道自己有冇改善咯。OK， 非常之好。你呢？何嘉欣。咁啊，可以令我哋方便啲知道我哋嘅成績啦。我記得一次你小測冇測到喎，第二日翻嚟都即刻話阿 Sir 可唔可以補測翻喎？你覺得小測對你重要嘅呢？重要啊，重要。好想知道自己有咩成績係嘛？好，鄭露莎先。對自己成績了解。好啦，咁啊，路考呢？即時咁知道成績，咁就知道自己究竟喺呢段時間有冇進步。進步好，歐秀平。可以快啲知道成績，咁可以令到自己有改善嘅空間。好，有改善空間非常之好。好，周夏麗。好嘅，拍籌好，咁啊差唔多啦，多謝大家啊！好，咁仲有一個問題啦，你希唔希望呢個方法會繼續咧喺出年？好係嘛？其他科咧，你願唔願意？希唔希望喺其他科都會使用呢？都願意係嘛？好嘅，好多謝你哋嘅意見啦，拜拜。暑假放心啲。好，各位同學你好啊！今年咧，我哋課堂數學堂咧，特登用嗰個新模式課堂咧，即時評估同電郵方法。我問一問即時評估啦。我問每個同學，你覺得呢個即時評估對你有冇所幫助呢？我問阿黃耀庭先。梗係有啦。梗係有。會令到你附近嘅同學更加鼓勵佢哋即刻踴躍啲答問題啊？梗係有啦。都有。咁對你有咩特別幫助？不如講一講啦。可以鼓勵我繼續
努力咁答問題咯。努力答問題 ，OK。好，大佬，你好靜嘅喎。不過有幾次我見你都好犀利咁舉手答問題喎，冇其實有冇令到你大膽咗咧？有㗎，有可以令我可以主動啲去答問回答可能問題啦。OK， 我覺得你好叻，為組都增加咗好多分數啊。好啦，黃澤熙啦。呢個我覺得都有幫助嘅。除了令我打彈大一啲之外，亦都可以即係比較令我專心啲聽老師講嘢啦。我見到 MSN 都見到你問我數學喎，似乎你數對數學興趣提高咗，會唔會啊？都會嘅，因為有時真係唔明咯。哦 ，OK， 好，劉子謙到你啦。加油啦，有幫助。我見你成日執死雞喎喺前面。好叻嗰位答問題，人人答唔到你答到嘅係咪啊？前面以前執雞咯。啊？唔出盡同學們嘅學習氣氛啊嘛。出盡同學學習氣氛。梗係啦。OK， 咁你交功課啊？咁咪問另一樣嘢啦。啊，我哋都覺得交功課都改善咗喎。咁啊，另外問問題啦。我想問一問呢、這個電郵嘅將成績電郵俾家長對嚟講有冇幫助咧？黃耀庭先生有。哦，有。佢哋收咗會點㗎？收到。知道喎，喺學校嘅表現咯。知道表現 ，OK。你啊，大佬，我知道你爸爸媽媽好忙噶，可能佢未必收到，但可能你都可以俾佢睇到，係咪啊？你會唔會俾個電郵佢睇噶？佢冇電郵。哦，佢哋冇電郵，但係你收到噶嘛，係咪？嗱，我試下。喂，唔好搞震你幾個。嗱，唔關我事，唔關我事。我哋有冇咁怕？好啦，我想問下大佬賢啊，你收到之後，你會唔會將啲成績俾父母睇下噶？哦，問咗你，你又俾佢睇。好，黃仔，我知道你爸爸好犀利嘅喎，即刻睇啊，即刻回嘅喎。係啊，成日都對住電腦嘅要。佢成日對住電腦嘅。係啊。咁佢收咗之後，通常會點㗎？通常如果揾到我之後問我，點解咁低分啊咁樣咯？如果有時高分咧，又唔講嘢。我記得幾次咧，你炒得好好喎，你叫我即刻發電郵，記唔記得啊？係咩？係啊，你叫我多啲發啲電郵啊，其實相同表現都好咗好多，我覺得。好啦，劉子謙，你咧父親收到電郵會點㗎？好嘢咪讚咯，係咯。哦，我希，但你覺得有冇進步咧？自己？有嘅。有。比 Form One One Two 進步咗少少。哦，比 Form One Two 進步咗啲係嘛？咁我希望嚟緊你幾個咧都學業有所進步啊！繼家繼續努力去學習，好嘛？多謝你哋，好，拜拜。Hi， 劉浩謙同學你好啊！今年好開心同你咧有機會上咗一年嘅電腦堂。咁今年亦都咧特別咧安排咗上堂咧，我哋做個即時評估噶。我想問一問你對呢個評估有咩意見咧？我覺得呢個評估都幾好，咁可以咧就令到同學咧就可以即係再用於呢答問題啦。咁其實我即係睇到咧好多同學佢平時都唔係成日答問題嘅，咁但係佢咧就有呢個系統之後咧，就好多都喺度答問題咯。好多謝你。我想問多個問題啦，你覺得呢個會唔會提升咗你學習嘅興趣咧？會咁對嗰個學習嘅內容會唔會有所進步咧？有啦。會咁，我再問多個問題啦。嗱，我等一陣啊。同學，有需要作業，嗱，做嗰個事啊，請中三級嘅男班長帶同兩位男同學落嚟校務處攞書嚟作業。啊，唔好意思，停一停啊！我想問啊，你會唔會希望呢一個評估嘅方法喺其他科都使用咧？會。咁你同唔同相信會令到你學業都有所進步咧？係。好，我希望明年再見到你啊！好，拜拜，唔該曬。好，陳乃福同學，好多謝你啊！今年同你一齊上咗一年堂啦。咁今年咧，特登喺堂上咧預咗呢個上堂即時評估嘅服務嘅方法，去鼓勵同學學習。你覺得呢個方法係點咧？幾有效啊！幾有效。咁你上堂會唔會積極咗啊？有啊，多咗答問題咯、啊。多咗答問題。咁你見到其他同學咧？其他同學都有多咗答問題咯，多咗答問題。咁我想問你嘅問題啦，如果呢一個方法推行喺其他科目，你覺得會好唔好啊？都可以，都幾好嘅。幾好。咁你中意如果喺推行喺邊一科比較好啲咧？邊一科中文咯。中文係咪可以答多啲問題係咪啊？好多謝你喎，多謝你嘅意見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吳瑞權同學，好多謝你接受我訪問啊！我想問咧，上堂嗰時候我哋有堂上評估，對你有冇幫助咧？梗係有幫助啦！我知道你幾個月都攞到第一喎、啊，仲有咧老師獎少少禮物，你都好開心喎、啊。當然啦、啊。
會唔會呢個學習模式會令你上堂除咗投入之外，仲會努力去做堂課呢？會好積極添。我最好講講你自己嘅表現，你覺得裏面有咩覺得你覺得好嘅地方啊？你去講一講。有咩好啊？不知道，是啊，不過你就是覺得好，是不是？嗯，好。如果未來呢其他科目都用這個方法呢，會相信你會不會相信會對你其他科目的學習同埋都有所提升呢？會會啊，令自己積極啲攞分去攞第一嘛。 OK， 好多謝你成年的表現，我覺得你表現得非常之好，多謝曬你，好，拜拜。阿伯你好啊，咁我知道呢我們今年呢電腦堂呢使用這個堂上評估去鼓勵同學學習，你覺得怎樣呢？大聲點，唔該。好好，好好，我想問一問啦，對你學習能夠提升你學習嘅興趣咧？能夠。可以講一講啦。咁我想問一問，如果其他科使用呢個方法，你贊唔贊成咧？贊成。贊成啊！我想問一問啦，咁你呢一科同其他科上堂嘅表現有咩分別咧？快啲。快啲。OK， 我都恭喜你啊！未來升讀中四啊！我哋出年再見。